看看呢，好不好？中和区福和宫不仅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也是热心公益的表率，每年更举办盛大的普渡法会，来为地方消灾祈福。庙方举办超荐法会，吸引民众共襄盛举，大家拿着香，跟着法师虔诚的超度亡灵，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息，早登极乐世界。普渡就是说哈，那个行尸哈，都是几百年的历史哈。就是说我们这孤魂呐、我们哈、用几个方啊，第一个哈、我们普渡的方式就是说哈、咱卡点钩，啊卡点钩的意思就是说哈、要照明这些孤魂哈、引进我们庙里，给他照明这个道路哈、引进哈庙里啊，我们有法师哈、来给他普渡。当然就是我们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了，最主要就是除了我们缅怀先人之外，就是一般外面的我说无主的或是外面的很多的所谓我们称为什么好兄弟的啦，那我们就广结善缘嘛啊，然后就这个扩大一个普渡，也是希望说这些无主的或甚至于外面的一些好兄弟呢，在每年的这段时间呢可以来享受一下丰盛的一些节庆。普渡的目的就是希望好兄弟吃得开心，所以在事前准备贡品，庙方可是下足功夫。肥美的神猪成为大型生理，屠宰过后四脚张开，显示庞大。除此之外，准备的三牲四果、琳琅满目的贡品摆满一桌。但不管祭拜的贡品多寡，菜色如何，有诚心诚意才是最重要的。水天空新闻综合报道。